that's always back for us the tradition. Thank you.
啊，有点软了，你还能吃吗？那就要吃酱油了。今天那货才到，没来得及搞。哦，等下我弄一下。 大黄的，啊？这是原味的，这边是大黄的。前面呢？前面呢？